大家好 ,ST Dom 今次就介绍另外一张港铁机场快线的宣传刊物，有些优惠嗰啲之类啦。咁就呢个网上买机场快线车票赚利数的优惠的宣传刊物。咁啊，设计差唔多噶啦，得啲咩唔同咧？咁啊，2017年2月20号到5月7号啦，同呢个细路个优惠一样啦。咁啊，改啲咩似啊？因为个列车下面。不過沒有路軌啊，跟住 zoom 近咗咯，係，跟住都已經有啦，汕南港線嗰啲嘅。咁啊，先下面呢度港幣1蚊對一個嗰啲，我唔知佢個單位叫咩名，哦，利數 OK。話消費滿1蚊就可以賺取1個亞洲萬里通嘅利數，車票可於購買日起計92日內使用。跟住。亞洲萬里通，後面最後一啲細則同埋條款，優惠期由2017年2月20号至5月7号，乘客可於優惠期內透過港鐵網上購票服務訂購機場快線來回票或單程票。香港九龍青衣包括成人同埋細路，消費滿1蚊就賺取1個亞洲萬里通嘅里數。以包括購買機場快線來回車票可賺取的75亞洲萬里數里數和基本獎賞。來回車票第一程必須於訂購日內起計92日內完成，第二程必須於使用第一程起計30日內完成，單程車票必須於訂購日起計92日內完成來使用，優惠不得暢換現金及不可與其他優惠一併使用，所有訂購的車票不可退還款項，乘客必須於購票時同時提供其亞洲萬里通會員號碼方可享此優惠。亞洲萬里通里數將於付款確認後6至8個星期內存入其亞洲萬里通的會員帳戶，需受其他亞洲萬里通條款和細則所約束。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不適用於本條款和細則。如對此優惠有任何爭議，一切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最終決定為準。跟住英文版 English version。啲係港鐵熱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有啲，咁啊好簡單啊嘛，又係相機啦，不過今次紅色啊，跟住有條友用個 mouse click 緊呢個，等於個掣啊，咁好啦，今次將嘢介紹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